大家好，我叫温迪，今年35岁，我来自中国。在一些本地作品中，我曾经出演过中国客工，比如说在武频道的《丹丁》里面，我演一个中国客工，他的名字叫刘文。另外在一些影视作品，比如说一些短片或一些微电影中间，我也出演过中国客工的角色。我很希望能够和你们合作，谢谢。